何则而语？ 今天天气不错，正好适合打鱼。先做一下准备运动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哈哈，好，去湖里打鱼喽！ 先休息一下吧，晒晒太阳真舒服呀，差不多可以收网了吧？去看看成果吧。怎么一条鱼都没有打上来呀？可恶，去你的破网！我要亲自下去抓！嘿！啊！啊啊啊！哼！嘿！ 鱼呢？鱼呢？都跑哪去了？哦，嘿嘿嘿，别跑！别跑！可恶，跑的都那么快，让开！我要过去。哼哼，抓不到鱼，带只螃蟹回去也不错。啊！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抓你来吃啊！坏蛋！啊！ 我的鼻子啊！可恶，滚开！哼，鱼都跑哪儿去了呀？是你欺负我的孩子吗？嗯？啊！我的屁股！啊！哼！啊啊啊！啊！对了，我可以把水都放了，这样就可以直接从湖底抓到鱼了。 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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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这么多鱼可以吃好长一段时间了。真饱啊。吃光了。看来又得去打鱼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都干了？以后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以后都没得鱼吃了。涸泽而渔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做人做事呀，不要只图眼前的利益，不做长远打算，最后倒霉的终究会是自己。现在大家明白了吧？